收到了求婚，现在在网络上有这么一段影片，说被誉为是史上最精心设计的求婚内容。这是美国一位男大生，他在四年里头旅游了26个国家，而他在不同的城市里头呢，其实都对嘴唱了一首爱情老歌，然后呢，再把它精心制作成 MV， 当然是抱得美人归。When I wake up, well I know I'm gonna be the man who wakes up next to you。美国男大生杰克化身 MV 男主角，对嘴唱老情歌，场景一共有26个国家：柬埔寨、以色列、希腊、伦敦、大陆、长城、天安门。他旅游了4年，也拍了4年才完成。MV 的歌词充满浓浓爱意，每一字每一句都是他掏心掏肺在跟女朋友告白。其实拍这支 MV 对他来说不只是有纪念意义，而且还是他为了向女友求婚准备的影片。你一定很难想象，杰克从两个人交往4年前的第一次约会就已经决定未来要娶这个女孩。 3 days ago I proposed to my girlfriend. 4 years ago I went on my first date with her, and it went so well that I wrote in my travel journal, on September 30th, 2010, I'm going to marry this girl eventually. 杰克和女朋友 Rebecca 上个礼拜刚刚从大学毕业。杰克在餐厅骗大家说要看毕业影片，其实就播放了这一支拍了4年的感人求婚 MV， 还拿出戒指当众求婚。女主角感动到不行，立刻回应 Yes, I do。记者丁真综合报道。